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吓，咁啊，5月31号星期三吓，咁啊，大家都见到即系今日个市噶啦。咁啊，其实日本都跌嘅，日本咧跌咧就个 yen 跌得太犀利啊，即系去到104咁样吓。咁但系当然啦，人哋之前升得好劲啦，系咪先？咁但系你见到港股咧，咁啊，我之前已经讲过，咁啊，今日就单系一个上昼咧，已经跌咗412点啦，咁啊，仲有100点咧就会跌穿呢一个18000吓，咁啊，即系我怀疑而家嘅港即系嘅港府咧，佢想用个港纸去托个市，佢都未必够钱去托啊，即系个港股系，佢想用个港纸去托啊，佢都未必够港纸去托啊，而家系，因为我哋听日嘅香港财经牛讲啦。而家個銀行咧，即係好多都水緊啦，其實即係唔夠呢一個港紙。咁點解唔夠港紙都好明顯啦，即係人哋沽咗你嘅港紙，跟住換翻啲美金走咯。係啊，即係前排個港匯升尾，可能有啲外資即係因為個反間諜法咧，所以成棟大廈賣咗啊，office 賣咗啊，地鋪賣咗啊，一啲即係債券賣咗啊，咁我咪攞翻你個港紙，咁我攞翻你嘅港紙，然之後換翻啲美金或者佢哋嘅外匯走咗，咁你通常係嗰啲先至見到個即係港匯會升，咁一般你都見唔到個港匯會升，即係譬如話個港即係港股升咁多都好啦，個即係港匯都唔升嘅，咁你即使係人民幣入嚟個港匯都會升嘅，嚇，咁所以好明顯咧，以前一大部分港股的托市都是特区政府做出来的，应该如果不是港汇一定会升的。好了，但你看到现在连做都做不到，因为根本就不够港纸，你够胆就印咯，是吧？即香港有个联系汇率，你够胆就印咯，你一印呢，你被即美国啊英国那些知道，他一卖出来的话呢，你即刻收工了。但是其实无论怎都好，其实香港已经收工了，基本上香港现在不是国际金融城市，你根本连国际城市都不是，现在是你根本上跟内地一个普通城市是没有分别的，没分别的，你现在看回。所以呢，我即是有多即是我听到有很多 YouTuber 都讲，其实有些事讲没意思。现在是2023年，那你当2024年就是一个分水岭，刚刚九运。那去到2034年，十年后啊，咁我哋都係即係冇70岁啦，即係都係六乜乜咁樣。你同返而家移咗民嗰啲細路啊講呢，而家譬如話10多岁嘅，咁當時咪即係去到嗰陣時咪20几岁囉。你如果同佢講話，喂，之前中國好勁㗎，之前香港爸爸媽媽去香港好勁嘅時候，其實佢哋冇感㗎，冇感覺㗎。哦，咁囉。跟住講返第二啲嘢，其實冇啊，即系个历史系咁样向前嘅，即系譬如简单讲句，你而家同我讲，我哋细个嘅时候咧，即系我哋阿爸阿妈，咁当然你见到佢受过好多苦啦，喺国内啊，文革啊，日本仔即系打仗啊咁样，咁但系你嘅感觉系唔强烈嘅，哦，即系咁咯，得个支持咯，即系譬如话而家我老婆个老死过咗澳洲嘅。咁啲僆仔都係10多岁啫嘛，個女係10岁啦，啱而家10岁啦。你十年、11年後，咁啊已經成人啦。你當時再同佢講話，你哋嗰陣時喺香港出世㗎，嗰陣時香港好勁啊，冇感嘅其實，冇感覺嘅。咁我即係而家係做住校工嗰個 friend 咧，佢都話即係唔俾個仔翻嚟㗎啦，個仔喺翻繼續喺德國，即係德國如果畢咗業嘅。跟住咧，佢今年就last year嚟噶啦，畢咗業嘅，咁跟住喺德國即係自己揾嘢做啊咁樣，最好就唔好翻嚟咯，即係翻嚟，譬如話旅行探下爸爸媽媽可以，但係翻嚟再揾嘢做咧，佢自己都唔suggest其實，咁啊過咗去嘅其實，過咗去噶啦，咁但係即係你話有啲讀者問，喂，一陣間俾大家睇翻一啲數據啦，即係俾啲 initial 大家睇下，詳細嗰啲我哋聽日香港財經亞我先講啊。即係究竟而家中國啊、香港嘅數據會衰幾耐咧？咁樣好難講，可能衰好耐。點解咧？
因為當時入世貿的時候呢，其實香港是幫中國打了一個很大的底，一個很靚的底，即是說當時鄧小平79年改革開放，我們出來做事的時候呢，其實那些哥哥姐姐呢八幾年已經回國內的了，不是九幾年回的，是八幾年他們已經回的了。那當時主力就回去哪裡呢？深圳。那時回深圳呢，即是大家如果有回那麼上下年紀呢，你都會知道回深圳和打仗是沒有分別的，即是你回到去呢整個人可能散了的。那我們那時呢最厲害就搭這個一號車啦，大家都記得未有地鐵那時是不是五毛子啊？大家還記不記得？但 一出那個盧火車站呢，你一出呢就右手邊有個巴士站的嘛，那時好像是五毛子，我搭過收尾一蚊，收尾一蚊，收尾搭地鐵好像就兩蚊嘛，去東門啊，去其他地方啊，大街啊那些地方啊，去出腳啊。咁通常咧上咗樓上先嘅，上咗樓上咧買咗呢個老番嘅 DVD 先嘅，通常係嗰陣時有唔同價噶，大家記唔記得啊 ？CD 有一個價噶嘛，九幾年嗰陣時啊 ，VCD 又唔係 VCD 一個價 ，DVD 有一個價嘅，通常成套劇噶嘛嗰陣時嚇，嗰陣時咧通常你買幾套咧，過關佢唔理你噶，一般都唔理你噶，大概就係咁啦嗰陣時係。咁啊，跟住先會去嗰啲水圍啊、黃貝嶺啊嗰啲，即係剪頭髮啊，剩嗰啲好多好多。咁當時仲係好平嘅，咁去到差唔多九幾年代咧，其實我哋或者我哋啲同學咧，譬如做毛衫啊嗰啲咧，已經要去到東莞噶啦。嗰陣時係即係八幾年代咧，就係深圳嚟嘅。在深圳的，咁我都同大家講過啦。嗰陣時我哋間廠係喺八卦嶺嘅，深圳係有兩間廠啊。可能大家都唔知道八卦嶺喺邊嘅，即係歷史嚟啊。呢啲係啊。咁啊，跟住九幾年代咧，已經係即係去到呢一個東莞啊、寮埠啊、嚇呢個東莞火車站，譬如南城啊、虎門啊嗰啲地區，已經係即係九幾年代。咁跟住到零幾年呢，即係同大家講過啦，已經係要去到芳村㗎啦。因為南方已經開始慢慢貴，咁跟住一路上啦，上到咩呢？上到去昆山啊，最多呢個台灣人啦，昆山啊、杭州啊、福建啊、潮汕啊，咁甚至有啲去到幾北嘅都有嘅，相當北嘅地方都有嘅。咁大概即係而家就玩完啦，大家都明㗎。咁所以歷史的進程是這樣的，主要都是香港幫內地那時候打了個底，很多技術呢由這個深圳啊、東莞啊教曬他的技術啊，什麼技術都教曬，其實差不多啊，譬如說紡織啊、電子啊、起樓啊，所有東西很多都是香港人教，當然他現在不會認啦，即現在他說香港主要是背靠祖國嘛，如果不是呢，香港人已經做了乞衣了，現在呢就慘了。因為為什麼呢？其實香港是被中國拖累的，因為你一靠曬中國呢，現在你就釘蓋。一間給大家看回，我一早已經說了，不是說第一季那個出口數字，你根本現在的出口數字有排你跌。為什麼有排跌呢？因為現在即係點解嗰啲 Nvidia 嘅生意會上翻咧？因為第二啲工廠、第二啲地方點啊起啦嘛，已經係咁佢起你中國唔買，即係佢要買噶嘛。嗰啲電腦啊、data center 啊、科技啊，咁你接單係咪科技越高越好啊？係嘛？咁你科技越高越好，咁你買 notebook， 咁你個 notebook 裏邊咪用 AMD 個 display 卡咯，係嘛？你 data center 嘅，咁你咪用 Nvidia 嗰啲卡咯，係嘛？咁你呢啲肯定噶嘛，即系你只不过买嗰个人由中国变咗第二啲地方啫嘛，冇嘢噶，一样啫嘛，系嘛？咁个问题即系话代表一样嘢，就系中国嘅订单系不断咁样流出去咯。当时2002年入世贸咧，中国几时先开始劲咧？去到2008、2009年嘅，佢仲系打咗个底，即系雷曼之后咧，雷曼之后咧，啲单慢慢一步一步咁样收入嚟啦。咁而家嘅問題就一步一步咁樣流出去咯。咁呢段時間可以好長嘅，呢段時間咧可以五至十年咧，中國嘅出口同埋製造業咧都下跌都得嘅喎，可以㗎，即係你等於倒帶啫嘛，
等于我哋玩游戏咧，有个倒转乾坤，咪倒翻转头咯，系嘛？咁你咪回复翻去当时2002年入世某个状态。咁但系点解中国会更加差咧？因为佢好多负债。咁香港亦都一样嘅，香港靠晒中国噶嘛。你而家香港想靠外国，冇人俾你靠啦，系咪先啱啊？你见到而家G7 啊，或者十四国五眼联盟，根本完全将香港排除在外。咁一间我哋都要讲翻啦，即系关于譬如话有啲读者话，版主你太偏激啦，我哋只不过咧系希望即系台湾咧承诺翻当时2019年个承诺啫。咁事情有个进展嘅，事情有个进展嘅，香港有一啲进展，令到台湾冇办法即系安拿翻佢个承诺，而要将个即系入台湾籍个年期咧变为4年，甚至短期咧唔俾香港人去。咁当然啦，都系你同啲政党有关啦。咁啊，一阵间我哋中间会讲啊。好啦，咁咧就呻咗一轮啦。咁啊，到即系跟住嗰两个画面先讲啊。咁但系即系先讲咗7月16号嗱，基本上咧，我哋啲八达通友咧，咁啊仲有2000蚊。7月16号，咁4月16号嗰3000蚊咧就乜都使晒噶啦。嗱，大家以为，得翻2000蚊。咁我上一次攞到4000，一定攞到啦，咁样，咁你就错咯。嗱，佢讲明噶，佢话呢2000蚊咧都要重审你嘅资格嘅，即系话4月份，如果你攞到3000蚊，系唔代表你今期2000蚊系有一样会攞到，一样可以 DQ 你。咁但系我估计咧，如果嗰3000蚊你攞唔到咧，咁呢2000蚊咧你都一定攞唔到嘅。嗱，佢讲明噶，其中一个咧就系、是。你有意图在7月16号到底之前一年，嗱，佢话上次4000蚊系睇到后一年咋，佢冇 exactly 话个规例系一年啊，可能佢要睇你2-3年都唔出奇噶，因为你知道啦，佢个龙门咧搬捻去阿拉斯加噶嘛，佢讲明噶，如果佢认为你有意图永久离开香港咧，就会 DQ 你啊，有意图啫，但系咁。即使你永久離開咗香港咧，個強積金咧可能係冇得俾翻你嘅喎。啊，咁啊，一陣間咧，即係去到個畫面同大家講啊。咁所以呢2000蚊咧，你唔好以為上次代咗，即係4月16号你代咗，今次你都可以代到，未必一定得嘅。好啦，咁咧就希望大家 join 我哋嘅後備時事頻道 Patreon 啦。咁我連結下邊咧就係5蚊美金一個月。鑽石狗都俾佢拖累啊。咁本來其實如果港股唔跌咧，而家鑽石950嘅啦，應該即係我哋10%+都俾佢拖累啊，咁撚撲街嘅嚇，咁咧就144% 啦，咁啊美銀暫時冇變化，咁咧就係73%。嗱，呢個咧就係我哋嘅封面啦，咁啊頭先講咗啦，嗱，大家睇到啊，第二期消費券一樣要重審資格，你4月收過，未必繼續今次嗰2000蚊可以有。咁當然有啲讀者或者啲老友記就會鬧啦，屌你咩？嗰2000蚊搞咁撚多嘢，你講得啱啊！佢所有嘢都慳，老嘢嗰2蚊都可能加你1蚊，但係我啱睇過呢個喺地產小專家同大家講啊，起條天起個停車場啊，都7.77億啊，大佬，起個停車場都7億幾啊，大佬，哇！嗰老嘢嗰一蚊，又話要拉，又話要鎖，而家嗰2000蚊。嗱，波波已經講明啦，最後呢屆噶啦，已經係最後呢次嘅，嗰2000蚊就大佬慘過黑。咁啊，一陣間同大家講啊，有三大準則，咁但係咧，大家唔好以為淨係嗰三大準則，因為點解咧？佢個龍門咧就搬到阿拉斯加咁遠嘅。好啦，咁呢個咧，即係都唔使我再多講啦。咁大家見到個人仔咧，就跌穿咗7.1噶啦，已經係。咁咧呢個咧仲夠膽賣咧，就話港元站穩九算，咁啊真係屙撚啦！你站穩九算就係嘛？咁所以我一早已經講咗嘅就係，咁不過你唔信啦，你唔信就算啦，係嘛？仲有嗰啲乜嘢乜倉咧，即係話教大家咧要俾錢付費嘅喎，教大家咧呢個國企股嘅攻略喎，咁樣我唔知道有冇人俾錢啊！真係我唔知道有冇人俾錢啊！呢個唔係短期問題，呢個係長線嘅問題。
咁啱啱咧有讀者咧，佢留言咧，我哋講推背圖嘅時候咧，推背圖嘅時候，我哋講嘅時候幾耐啊？2020年啊，大佬，嗰個讀者咧睇翻佢話，你又好似啱喎，當時即係講咧，當時其實未有台嘅問題嘅，嗰時未有嘅。佢話而家真係因為台嘅問題，可能中國瓜得都唔頂。佢話你又啱喎，嗰陣時嚇，咁啊，我哋都係即係用自己少少嘅腦袋去推敲啫嚇，咁啊最後嘅即係事情嘅發展未必一定係咁嘅，咁但係個問題頭先我講嗰啲咧 ，exactly 就係當時以即係中國入世貿嘅時候發生嘅事情嚟嘅，咁今次好明顯咧就係一個倒帶出嚟嘅，嚇咁啊大家即係一路睇落去先啦，咁啊仲有幾個畫面就會再講嘅，嚇咁啊大家睇到呢個啦，四月份嘅出口，我一早已經講啊，我一早已經講噶。嗱，而家中國復常已經踏入半年噶啦，12月1、2、3、4、5已經踏入半年噶啦，所以基本上係唔會再出現任何突然之間嘅復甦嘅，除非一樣嘢，除非佢將個政策180度轉變，有冇可能呢？未必冇，你睇個清零政策就知啦，突然間個清零政策變咗零嘅。咁香港會唔會突然間變咗冇曬國安法呢？行到最尾嗰步有機會。嗱，行到最尾嗰步呢，得兩個可能性，一係就打台灣。但係打台灣呢，佢有機會連自己個位都不保，或者瓜埋。所以呢個係最後選項嚟嘅。其實打台灣最簡單一樣嘢，佢知道贏唔到啊，咁最後係點啊？最後咪攬住死囉。呢個選項係比較低，我覺得。咁另一個選項係咩呢？就係、是、突然間取消曬香港所有嘅國安法，成個國安公署廢咗武功。你鄭雁雄嗰啲好容易啫嘛，圍黨圍紀咪收咗你工咯。咁你讀者話點會啊咁樣？咁清零政策咧點解突然間冇咗？零咗喎個清零政策。咁你而家睇翻轉頭，點解個清零政策突然間零咗？喂，零咗冇面嘅喎，大佬，習主席個面，清零政策習主席提出嚟噶嘛？點解？因為你見到而家中國經濟咪爛透。你看看那些雲南啊、貴州啊，他連政府都追回政府，即是政府出個 notice 去追錢，那些是什麼？那些國企來，他自己都沒有錢，即是國企都欠回自己的錢，是不是？那些公安有些，即是很多是沒有糧出的，其實他連個底薪現在都出不到的。那當然了，這個可能是最後一步，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出現，可能突然间会出现，好过清零政策咪系咯，突然间出现嘅，哦，冇咗咯咁样，咁就系咁咯，唔知噶，好难讲。咁但系个问题，香港今日冇咗个国安法，外资就会投资啦咩？会有啲唱好，但系绝对冇可能回复翻。即系你今日香港冇晒国安法，美国佬就会投资啦咩？欧洲佬就会投资啦咩？英国就会投资啦咩？我唔觉得咯。即系人哋要观察你一个好耐嘅时期，仲有一样嘢，而家呢条友唔可以喺度。如果唔系，佢唔会信你。啊，咁啊，嗱，讲翻呢个实际嘅问题啦。昨日嘅新闻嚟啊，香港四月份出口继续跌。嗱，坦白讲句，2023年4月份，香港对外商嘅贸易数字啊，分别下跌13%和11.9%，咁佢仲讲，佢话要第三季先至回复正数，第三季，第三季系几多月啊？1、4、5、6，即系7、8、9，佢觉得系7、8、9月，我答你7、8、9月都唔会，而家先啱走啫嘛，嗰啲外资点？佢而家先啱走啫嘛，咪先人哋嗰啲。嗰啲 production 越 catch 越大，啲廠啱上力，點會你好翻轉頭啫？唔會啊嘛，係嘛？你貴又貴過人，政策又衰過人，個人又衰過人，係嘛？你仲搞單國泰咁嘅嘢，人哋更加唔信你香港啦，係咪先？香港係靠曬內地噶嘛，所以你問我好難講。即係如果以當年中國2002年入世貿啦，去到2008、2009年。先至立咗全世界咧，大部分60-70%嘅訂單嘅話咧，佢用翻咁多時間騰出嚟咯。咁你話幾耐啊？
即係會衰幾耐咧？好難講。但係而家個外貿數字仲有排跌啊！我話俾你知，大家都睇到啦，你都冇新訂單，你而家唔係冇新訂單啊，係你原有啲訂單都冇買啊。咁啊，所以個人民幣咪要一路跌咯，係嘛？好啦，咁啊，美國嚇，咁咧就今個星期四，咁咧就兩老啦嚇，熒光幕我哋見到兩老啊，咁咧就係今個星期四，咁咧就將個波咧就交咗俾個國會，8:30咧就投票咁樣嚇，咁但係投票唔得，死唔死得未咧？未死得，因為咧阿白頭婆咧就將個債務上限個 deadline 咧就褪咗去6月5日。咁即係如果今個星期四有個驚險鏡頭咧，咁都仲有星期五啊，同埋星期一可以頂住嘅嚇。咁美國佬好多時有驚險鏡頭嘅嚇，咁大家坐穩啦。好啦，我哋講少少即係我哋特區警察啦，係嘛？大家睇到咧，即係其實好多時咧都有啲咁嘅新聞啊，就係話咧特區即係特區警察嘅體能咧，我唔知道用咩嚟形容。基本上咧一對一咧佢一定輸嘅。大家睇到咧有個懷疑係毒品快餐車咧，粉嶺咧就即係逃捷追捕啦咁樣。咁啊呢一個警員咧，其實佢就可以即係佢一落車掹住佢嘅。咁但係其實一人一揈咧就揈甩咗佢，完全制服唔到佢。咁啊點咧？好彩有三個途人先至幫佢制服到嗰、那個即係嗰個疑似係藏毒男。咁即係好大鑊嘅喎，大佬。嗱，今次咧就冇話佢米八啦，又冇話佢兇悍啦，乜都冇，甚至連阿鄧炳強連講都唔敢講，因為發生過太多，即係嗰啲唔知咩體能嚟嘅。大家要明咧，你一細粒咧好難搞嘅，你一細粒咧，你一定要高過佢咧先壓住嘅。你坦白講句，你諗下，即係前排我同啲 friend 去食飯咧，都講。即美国黑人咧系好高大的，成7尺咁高啊！真系7尺咁高啊，唔系讲笑。你真系打佢啲手脚啊，成咧完全冇效嘅。但系佢打中你一拳咧，我谂你可能个胸骨都会断嘅。其实，即系我哋喺度讲笑嘛，我哋话啊，你估如果对嗰啲黑人咧，武当或者太极咁得唔得咧？得嘅，闷死佢咯。其实，哇，你咁耐都唔喐手嘅，喂，咁点？即系又话嗰啲中国功夫咪咩？即系射力啊、鹰爪啊、洪拳啊、咏春啊咁样，你睇下顶唔顶到个黑鬼？即系嗰啲泰神嗰啲拳王，佢一拳打埋嚟，道门都打烂啊！我睇下你点样用呢、這个即系武当推手啊？呢啲即系坦白讲句咧，好多神化咗个故事咯。咁所以李小龍點解要用雙截棍咪咁解咯，係嘛？用雙截棍啊嘛，一搏落去你就搞掂啦，係咪啱唔啱？就係咁簡單啫嘛。即係好多人咧都會信啊，有啲咩空洞派啊、武當派啊，用咩飛劍啊、成嗰啲，最實際用槍，話俾你知係嘛？咁當然李小龍唔係用槍啦，當然係即係揾佢尋仇啊、踢館嗰啲都係希望用功夫打贏佢嘅嚇。咁、啊、但係個問題即係嗰啲黑人咧，你係好難打嘅。即係我 friend 喺美國，即係佢都6尺高啊！佢話根本冇得打嘅，佢7尺咁高啊，大佬點打？哇！大佬嗰啲白人咧，即係白人好多都過6尺啦，鬼佬好易過6尺啫。你諗下佢高你個一個頭，一個頭8寸啦，最少高你。佢高你一個頭，佢嗰啲手掌咧個拳頭咧真係沙煲咁大喎，大佬！你踢佢嗰啲一定要踢佢嗰啲腰啊！膝头哥啊、喉咙啊嗰啲，如果唔系你打佢，即系胸口啊，成嗰啲完全冇用嘅。你同打落个钢板度系冇分别嘅，系啊。咁所以即系我哋嗰日倾偈话啊，唔知我哋啲武当派啊、啲太极拳啊，可唔可以对付到泰神咧吓？我谂佢一拳已经飞咗出去啦，对付到嘅你太极耐咧，就系佢顶唔顺嘅啫，系嘛？好啦，嗱呢个咧，我真系唔想讲太多，因为我哋之前已经讲过咧，你不断有呢啲冧天花嘅事件咧，嗰啲医院咧，而家究竟系咪真系冇人理嘅咧？我怀疑真系冇人理啊！即系你睇下范鸿龄啊、兜巴星啊呢啲，根本上都唔系做嘢嘅，
傳播到政治正確。咁最後嗱，葵涌公園最後都咩冧天花嗱，今次咧就揼傷一個即係女醫護啦。睇下揼唔揼得中啫喎，大佬，你真係揼得中咧會死人噶喎，即係大家要明呢樣嘢喎，係嘛？咁所以個問題冇得搞嘅，你見到，即係又冇人去搞維修啊！坦白講句，過去嗰三年疫情要維修乜都維修到啦，三年都維修唔到啊！系嘛，冇理由噶嘛，根本个个都冇做嘢，都唔做嘢。你虽然话病人多啫，我唔信三年都维修唔到咯，系嘛？都几劲噶嗱，即系大家知道啦，葵涌医院系精神科嘅吓，一块本周日公布啊，一块60厘米乘31厘米嘅天花又跌落啦，好紧要啊，大佬吓60厘米吓，即系廿几寸嘅喎，已经系廿几寸乘10几寸，系嘛？揼落嚟，哇！大佬，你揼正我头都几大镬啊，系嘛？佢系伤咗个头嘅，咁但系冇性命危险咯，系嘛？咁啊，即系呢啲真系冇办法啦。你个政府系咁。好啦，嗱，咁咧就今日早上咁啊，睇到呢个01咧就话政府疫情专家顾问团队咧就正式解散啦，吓咁啊，完成呢个历史任务。三年嘅新冠，咁啊最後復常啦。咁啊，許樹昌咧就話：如果再有需要，一定幫手，真係多謝曬啦。嗱，經過呢三年嘅疫情，香港人已經好清楚香港嘅所謂專家係咩料噶啦。香港人已經好清楚噶啦，真係多謝曬啦。坦白講句，今次過個疫情。其实大部分都是靠香港人自发的啫。你说政府帮了什么？没有，真的没有，不是讲笑。很多譬如细路啊、大人那些，大家仲记得去年在明爱发生什么事的啦，是吧？很多死了那些，那怎么办？条尸就这样扔在医院里面的，那个病人跟那条尸一起睡的，跟着那条尸呢就怎么样？融晒都未落葬的。咁你做过啲咩？系嘛？又话戴两个口罩，个口罩又攞去蒸，又戴三个口罩，系嘛？跟住做90000多样嘢，最后一样嘢就系最好你自己中招。最后都系咁啫嘛，其实，即系我哋香港人系受够嗰啲专家噶啦。反为一样嘢，你话美国啊、欧洲嗰啲系咪？但系人哋冇咁多冇咁捻多嘢讲嘛，大佬啱唔啱啊？人哋搞咗疫苗出嚟。冇咁撚多嘢講嘛，又話科興又點，又呢個又點，呢個又點，最後點呢？最後唔係你中招咯，最後你中招咪搞掂咯，就係咁啫嘛。其實我冇講錯啊，你揾許樹昌出嚟同我講啊。最後香港人係咩？香港人唔係中招，我話俾你聽，香港我估計有80%人中咗招嘅已經係，最後中招群體免疫搞掂，咁使撚你咩？啱唔啱啊？係啲好特別嘅 case 啫嘛，即係譬如長新冠啊。或者打咗疫苗有啲咩副作用啊？假如有啊，而家你唔怕講啦，根本政府已經承認咗，好多人係追討緊，有啲人賠緊嘅。咁既然你話冇嘢嘅話，點解你會賠緊呢？係賠緊喎，有好多人已經攞到咗咯，賠緊喎，有啲拗緊。咁你諗下一樣嘢，如果你等嗰個人自然中招群體免疫嘅，唔使撚專家咩跳？啱唔啱？即係收皮啦！我話俾你聽，香港人咧受夠曬呢啲專家噶啦嚇，即係你翻去做嘢啦，唔好講咁多啦。其實嚇，你睇下外國嗰啲，美國都係噶，其實美國都係噶，歐洲都係噶，打咗疫苗好多一樣中招。咁但係人哋啲專家冇講咁多嘢啊嘛，大佬係嘛？你講咁撚多嘢啱唔啱啊？好啦，咁咧就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哋嘅後備頻道啊！你睇翻 YouTube 下邊。有个资讯嘅，你揿入去后备频道香港民心，你揿入去见到呢个画面，咁你 click 订阅咁就 OK 啦，完全免费嘅。星期日又到64啦，嗱，基本上而家李家超讲嘅嘢咧，同去年佢讲嘅嘢咧系冇分别嘅，即系简单讲句，究竟64悼念系咪犯法咧？佢自己都唔知道，只一个警察咧。佢連嗰件事係唔係合法，佢都答唔到你。然之後話：如果你犯法，我會執法。咁犯咩法呢？
我你都冇講唔到嗰樣嘢係咪合法。咁佢好簡單啫嘛，其實嗰啲咩非法集會完全唔重要，非法集會唔重要嚇、啊，你係咪亂拋垃圾啊？嗰啲唔重要，最重要係咩？我懷疑你犯咗國安法，跟住就可以唔審拘捕你一段好長嘅時間。最主要係呢樣嘢，我話俾你聽，你而家黎智英嗰啲點止83日啦，183日都審唔完啦。而家47人案啦，你如果而家要等個排期啊，我諗你喺個拘留所裏邊2年都未等到你啊。咁跟住點啊？跟住咪封鎖咗圍院咯。係啊，一樣噶，同去年係封鎖咗圍院啊。咁嗰日咧，去到由朝到晚咧，有啲警員啊，有啲狗喺度巡邏啊。一樣噶，同去年我哋都報道過啦。但係咪犯法呢？點解唔敢講？因為上面冇講，佢就乜都唔敢講。佢只係話俾你聽有問題，我會執法。咁佢你都唔知道佢係咪犯法，係嘛？嗱，你唔可以拋垃圾啊！你記住嗱，第一，你攞個蠟燭擺喺地咧，佢又話你拋垃圾，跟住話你懷疑犯國安法。好啦，你非法集會，跟住又懷疑犯國安法，跟住你而家戴個口罩啱啦，蒙面法，又懷疑你犯國安法。一懷疑你犯國安法咧，咁啊可以拘禁你2年，最少而家楊岳橋嗰啲好似唔止添啊，係嘛？超過2年，跟住都未審。咁就係咁，即係如果佢審你冇問題喎，佢連排期都冇啫喎，最多即刻上庭，哦你認唔認罪啊？咁啊跟住咧，即係排期後審一排2年嗰啲咁嘅問題，又係嗰啲嘢，係嘛？咁所以大家都唔使即係唔使有咩期望啊，一定唔會俾你悼念，一定係封鎖咗你個圍院，亦都可能封鎖埋其他大型嘅地方，啊即係咩公園啊、物公園啊、成嗰啲，即係大家都明㗎啦。今個星期日。咁啊，到時再同大家報道啦。咁啊，即係大家最好就即係唔好以身試法啦。因為佢亂嚟嘅，其實我可以答你，佢係亂嚟。去年嗰啲亂嚟噶，周幸彤嗰啲都係亂嚟噶。其實係佢亂嚟啊嘛。佢係嘛？我可以當你懷疑犯國安法咧，佢就可以即係拘禁你一段相當長嘅時間。佢審你冇問題喎，係啊，佢審你冇問題喎。啊、跟住咧，仲話你哋有共同目的啊，係合謀者啊。你同對面嗰、那個，即係而家大家知道咩都講得出噶嘛。你同對面街嗰個啊，你哋兩個犯咗即係非法集會都得嘅喎。喂，佢喺對面街喎、啊，咁啊，總言之，你有共同嘅目的咧，我就可以話你即使你隔一條街都好啦，你兩個都非法集會喎、啊，嚇、啊、都講得出嘅喎，係嘛？即係黃婆婆咪係咯，係嘛？咁所以咧，即係大家冇乜意思嘅，其實呢啲。你等啦，佢唔会玩得好耐噶啦，我话俾你知。咁有啲可能有啲 YouTuber 话，共产党咧系唔理经济嘅咁样，有啲嘢唔系你理唔理嘅问题，而系话当经济唔掂嘅时候咧，好多嘢就会出现。你睇下历来呢啲极权国家咧，个国家灭亡咧都系由经济差开始引起嘅，全部都系。前蘇聯如是，東德嗰啲如是，好多國家，即係以前清朝亦都如是。你話去到唐朝嘅，佢最後都係點啊？最後唔係因為腐敗、經濟差，跟住啲人先出嚟反你啫嘛。所以唔係話你理唔理嘅問題啊，嚇！即係話我只腳斷咗，我唔理佢，跟住你死啊嘛，冇嘢噶，係咪先啱啊？咁所以大家唔需要太心急同佢鬥，佢基本上唔會玩得耐噶啦。你見到而家個經濟係咁嘅話。咁啊，即系阿邓炳强都出嚟讲啦，系嘛？咁啊，见到李家超出嚟讲，我梗系要讲啦，系咪先啱啊？啊，咁呢啲都系冇意思嘅。吓、啊，即系如果嗱、啊，即系我头先判断啦，如果中国嘅经济再去到咁嘅环境嘅话咧，佢得两样嘢做嘅啫。第一样嘢就打台湾，但系呢个可能性可能会令到佢即时扑街，甚至有性命危险。即系唔系冇咗个党总书记啊？是即有性命危險啊！咁所以即亦都有一個選項咧，就係、是、突然間香港變咗冇咗國安法，全部做個假象出嚟，唔出奇。呢啲我哋要睇落去，嚇呢啲我哋真係要睇落去。咁所以大家咧唔需要以身試法嘅，冇意思嘅。
啊，佢 自然會瓜噶，你只不過即係喺度等睇戲咁解啫嘛，係嘛？即係當你睇到咧，人哋咧就支出開會，跟住咧十四國開會，咁我哋嘅李家超特首就咩咧？就見呢個剛果民主共和國嘅總統，剛果都有民主，個個都改個名叫自己做共和國係嘛？有幾多係共和啊？你咪俾個省自己話事啊？啱唔啱？你咪睇一樣嘢咯。嗱，我唔係睇輕剛果啊，咁但係當然個經濟效益同 G7 同埋嗰十四國根本上就即係冇得比較啦，係嘛？啱唔啱？咁所以你咪見到一樣嘢咧，即係個衰落咪咁咯。鄧小平講過好多次啦，喂，梗係同嗰啲有錢嘅國家去做生意去友好，你又唔係，你同嗰啲咧即係冇咁有錢嘅，唔好話人哋窮啦，冇咁有錢嘅國家非常友好，咁有咩用咧？係咪？好啦，咁啊賣少少廣告啊，咁啊五月份就完曬㗎啦。咁啊，如果大家有興趣訂閱我哋嘅美股 YouTube 投資筆記，或者係香港環球投資日誌嘅話咧，大家就可以睇翻片尾方式訂閱呢個六月份啦。咁亦都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哋嘅 YouTube 英文財經頻道 US Stock Market Weekly。咁我連結咧就喺下邊，完全免費嘅。啱啱咧就收到我朋友咧就 send 咗一個新聞過嚟嚇。咁咧就話而家內地四川有一個地方叫做會東嘅，咁啊熱到點咧？熱到成四十幾度嘅。咁但係咧，佢哋當地嗰、那個即係居民生活飲用水咧就告急啊！唔出奇嘅，點解咧？因為你好多要即係做嗰、那個即係水源處理啊，譬如過濾啊、剩嗰啲，你冇電冇剩咧就搞唔到嘅。咁佢點咧？咁啊，當局咧就呼籲咧，就話要節約用水。咁咧，每個居民咧，每個月洗即係沖涼啊，你沖兩至四次好啦。每個月咧就唔好沖咁多涼啊，因為咧要節約用水咁樣。即係簡單講句咧，你最好咧就一個禮拜先沖一次涼。兩個禮拜先沖一次咧就最佳啦咁樣。咁樣網上當然俾人屌啦。咁但係即係你可以反映到一樣嘢咧，就話個當地咧中國個經濟環境係好差啦。为什么呢？你想想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，没有理由的地方连即干净水源去冲凉啊，剩都没有。一来就因为干旱，二来有机会那些化淡厂啊、海水处理厂根本就运作不到。那你加上一高温的时候就扑街了，是吧？好啦，咁啊呢个呢我们会在地产小专家讲的，咁大家这三日或者这个礼拜呢，你就會聽到好多好多呢個日出康城首都呢、這、一個即係拆錯咗個主力場嘅新聞啊！坦白講句，你問我根本就唔應該出現呢啲問題嘅。喂，大佬啊，你嗰係地產代理嚟嘅，即係我唔理你咩 purpose 去即係博場啊成，你係地產代理嚟嘅，你識嚟噶嘛，大佬？是人都知道，即是你改，即是改动我图册，你要入纸的，要批准的，即是我不理你是不是主力场，你都要批准的，那就照去。好啦，那那些承建商，坦白讲句，你都有牌的，是吧？啱啱啊？喂，第一你要入纸，第二你拆到那个主力场里面钢筋来的嘛，那你都不醒水，继续拆下去。咁佢繼續拆落去仲不止喎，重點咧點解會爆出嚟咧？就係賣咗個 YouTube 廣告。嗱，我而家咧將三房改為一房，加埋個煙霧間，哇！間屋幾大，係咪先個廳大到無倫咁樣？人哋一睇冇撚咗個主力牆，大撚鑊。而家最慘係咩咧？樓上樓下，根本上而家呢幾個單位咧，銀行就唔做按揭嘅。咁佢而家話，即係佢而家就話，出咗呢、這個即係壓記令啦。簡單講句咧，暫時喺個屋契裏邊咧就有個壓記令嘅，即係話咧你要回復原狀。咁但係個問題，大家睇到熒光幕呢個所謂加固工程咧，屌你擺個架喺度叫加固工程啊，大佬，唔係嘛？咁我想問個鋼筋斷咗，你點樣加固咧？啱唔啱？你睇下左邊嗰個咧，最慘啊！我住你樓上樓下噶，
樓上嗰個又慘，樓下嗰個又慘，你上下左右嗰啲單位多得你唔少啊，啱唔啱啊？咁啊，我哋呢一個地產小專家再講啦，係咪先？咁但係個問題呢、這個你係完全搞佢唔掂嘅。喂，你本身有牌噶嘛？你自己知例噶嘛？你拆嗰個人撞到個鋼筋，你都知啩嘛？係嘛？嗰、那個廿幾 cm 厚嗰埲牆轉到條鋼筋，砰咁轉落去，哇！你繼續轉啊？你用咩去鋸條鋼筋啊，大佬？你而家點還原啊？你個人條筋斷咗，你點還原啊？你估你真係即係 Superman 啊？你真係 Super Girl 係咪先？融咗個鋼筋兩面接翻啊？唔得噶嘛，大佬，啱啱啊？咁呢啲我哋地產小專家講啦，所以人有時好怪嘅，即係我唔知道呢個地產代理咧係唔係即係第一間屋嚇、啊，可能係第一間屋。咁呢間屋咧都唔使玩噶啦，最慘就係樓上樓下左右，真係大鑊。你而家想賣都賣唔到啊，冇人買嘅，我話俾你知啊。好啦，咁啊，我哋講呢一個嗱，香港我哋都報導過啦，關於呢、這、一個香港同中國呢個恆常嘅器官移植。啱啱先至話，即係我哋，即係應該係話我哋啦，係嘛？抹黑佢咁樣。嗱，啱啱又發生一單啦。嗱，呢單嘢都幾神奇嘅。坦白講，佢喺安徽一單醫生，佢話私自摘取死者器官嘅案件裏邊，經過咗幾年嘅司法程序，咁被害人個仔咧，因為被害人一定死咗啦，係咪先？本來成功申訴嘅，突然間咧，佢變咗勒索喎。將佢變咗勒索，咁啊當地公安咧就即刻立案調查，咁啊原告變咗被告，咁你遇到呢啲案件，香港人點樣信你咧？係嘛？冇得信嘅喎、啊，大佬。好啦，另外嗱，好多記者得冇問題，你而家全部嗰啲即係三司十五局政府局長出嚟撐呢個恆常嘅中港，即係中港。器官移植，大家互相分享啊！簡單講句，咁啲小記就問啦。咁既然你李家超就話：喂，如果你登記咗再取消係可恥喎、啊。咁我想問下啦，咁李家超你有冇登記到？咁即係冇登記都可恥啦，係咪先？啱唔啱啊？嗱，李家超眾高官係拒絕交代有冇登記嘅，即係冇啦。咁你自己連登記都唔登記，跟住話人哋可恥，咁你自己有冇登記啊？你啲仔女家人有冇登記啊？係咪？咁我當啲仔女家人唔關你事啊，最少你自己都要登記啊。冇嗱，大家睇下啲小記問過曬噶啦，特首三司十五局正副局長都冇回應，病人組織已經講噶啦，佢話喂，你話人嗱，如果你唔出聲咧，啲人就唔會問你嘅。你話人哋登記咗取消可恥嘛，跟住仲話人哋可能違法啊嘛，盧寵茂話啊嘛，呢個係極端恐怖嘅陰謀啊嘛，咁你自己有冇登記？咁你可唔可恥啊？嗯？大家睇下病人組織，你自己咪要以身作則，好簡單嘅啫。我哋做評論，你睇下佢有冇做咪知咯，係嘛？即係譬如上邊嘅 C99嘅，你睇下習主席同嗰啲常委答唔答咪知咯，係嘛？你將佢改咗做你自己嘅專用飛機，搭一年都冇事，我就信啦，係嘛？就係、是、咁簡單啫嘛。你自己都唔搭，你自己都唔去填。如果佢填咗嘅，佢一定認嘅。點解佢唔填咧？佢自己都唔會去做。佢知係咩事㗎？你估佢傻嘅係嘛？咁所以即係如果你自己話人哋無恥嘅，咁你自己係咪都無恥咧？啱嗎？好啦，咁我哋咧讲翻好快嘅咋，7月16号，咁咧第二期嘅电子消费券，咁根据陈茂波讲咧，应该就系最后一期嚟噶啦。好啦，我哋有啲唔重复啊。好啦，咁究竟有边三个准则决定你可唔可以攞到第二期嘅消费券咧？其实我哋已经讲过，你第一期同第二期系冇可能，系完全冇可能。是改 regulation 的，他现在就改了，你第一期符合，没可能第二期不符合的，除非一样东西你在第一期的时候讲清讲错，没讲过，
第一期嘅時候已經講啦，哦，原來咧你咁咁咁，喂，你之前唔係咁噶嘛，大佬，你係連住落噶嘛，係嘛？即係成個消費券你係連住落噶嘛，咁啊搬龍門嗱，搬到點咧？而家又再搬啦，即係話你四月份嗱，我哋睇咗個新聞先啦。嗱，大家睇個新聞，佢講明嘅，佢話四月份又下降，發放3000蚊嘅時候係沿用2022年消費券計劃嘅登記記錄，即係話。你一年前呢一年里面你是符合規例的。好啦，而家呢个电子消费券发放是5000蚊嘛，佢讲明係咪，咁係咪应该今个4月16号你攞到7月16号都攞到啊，除非你之前讲开呢、这个係两样嘢嚟嘅。4月16同7月16係两样嘢嚟嘅，你讲明係一样嘢嚟㗎嘛，5000蚊分开两次派嘛。而家又唔系咁讲咯，而家话两样嘢系分开嘅，佢系由7月16号睇翻去过去一年嘅，即系话假如你中间呢两三个月，嗱，大家睇下咧有边三个资格准则，第一就系到5月29号之前你年满18岁，点解要咁咧？我都唔明白，系嘛？你同一期的嘛，你同那个4月16号是同一样嘢嚟噶嘛，你睇翻佢最早期讲个电子消费券系点讲，系讲5000蚊分开两个时间派噶嘛。嗱呢段咧，佢又可以筛咁一啲人噶咯，即系话如果你5月29号未满18岁咧，佢又可以唔派俾你啦。好啦，第二，你系要永久居民，嗱又讲啊，新来港人士，即系中间呢几个月你新来港都有噶。透过不同入境计划来港居住或升学人士，咁啲包晒中间嗰啲专才啦，全部落嚟香港嗰啲有一排。好啦，第三冇永久离开，或者你意图永久离开香港都 DQ 你，即系话如果呢几个月里边你系想移民，或者曾经讲过你想移民，你想攞翻走嗰啲强积金嘅话咧，咁佢就会 DQ 你，就唔系以。4月16号嗰个基准嘅，咁但系我哋都讲过啦。坦白讲句，呢个系许正宇讲嘅，唔系我讲嘅。许正宇前几个礼拜去英国嘅时候，佢讲明啊，香港唔承认 BNO， 所以如果你用 BNO 离开香港，你用 BNO 离开香港嘅话咧。你的 intention， 他觉得你是移民的话，他不理你移不移到民，他都会 DQ 你，你亦都拿不到个强积金，就是这样。即是说当他发现你有意图永久离开香港，你就不会拿到电子消费券，但是即使他觉得你有意图永久离开香港，他都不会给回个强积金你，因为你用过 BNO。 那你说这个政策是不是多戇鳩？即是简单讲句，唔会俾钱你，电子消费券唔会俾你，强积金亦都唔会俾你，就系咁简单啫嘛。咁即系咩四个字？输打赢要。你当时叫人哋供强积金嘅时候，你唔系咁讲嘅，系嘛？所以冇得信嘅，共产党系冇得信嘅，你信佢多鸠鱼嘅啫，系嘛？即系你谂下呢个边系政策嚟噶？我觉得你有意图离开香港，永久离开香港，我就 DQ 你，唔俾个2000蚊你。但是既然你都说人家有意图永久留在香港了，为什么不给强积金你？这样又不行，因为你用 BNO， 这样都行，对吗？那就是这样。所以大家呢，即要看回，有机会你未够18岁没得拿，有机会你即申请过啊，有个 intention 呢，为什么有很多人拿回呢？喂，我去英国了，我去外国了，我不是移民了，我翻翻嚟好耐咯，有水電，即係有個energy bill， 即係證明我係喺香港咁耐嘅，先至可以攞翻。你分分鐘用個 BNO 出境啊！嗱，我唔知佢知唔知你用個 BNO 出境啊？分分鐘你用個 BNO 出境嘅話咧，佢就當你有意圖永久留喺香港啦。咁所以咧，大家即係要 aware 到呢樣嘢啦嚇。公平就係唔公平噶啦，即係共產黨，你唔好講公平，冇呢樣嘢嘅。坦白讲句啊，你再谷呢啲消费冇得谷噶啦，大家睇到荧光幕，
4月16日，除了第一個禮拜那些酒樓旺一點之外，跟住冇咗。你今次仲點啊？今次上次是3000元，今次仲得個2000元。2000元以而家物價嚟講，你買咗啲乜嘢？係嘛？啊，咁大家睇到咧，消費券多用於應付日常支出啊嘛，即係唔會再有啲好似最早期派10000元啊，一次過攞5000元啊，個市旺一旺冇噶啦，即係連呢啲都冇啊！嗱，你見到國內咧，仲有人咧拍呢啲咁嘅去，即係點樣講啊？去抵毀嗰國泰三個空姐，但係人哋新加坡嗰邊咧，擺明鬧你係狗喎、你見到佢一句聲都唔敢回啊！國內嗰啲小粉紅全部收曬聲，嗰、那個唔係歧視，佢直情話你係狗，所以共產黨咪咁咯。我哋向來都咁講噶。他只是敢說自己人，他不敢說外國人的。以前中國勁的時候，即是前幾年的時候，可能即刻李顯龍你出來道歉，現在講都不敢講，全部收聲，只是夠膽罵國泰。我告訴你，你中國人那些英文呢，我一看這個我真的頂不住。喂大佬，即是他想告訴人聽，我不講英文不代表我不會講，你見到呢個英文我真係頂唔上。Not being able to speak is not the same as not speaking。你想講乜撚嘢啊？啲英文？你問我好簡單啫。I'm not going to speak English。搞掂。我講緊英文，你自然知我講英文啦，係咪先啱啊？即係話我唔會講英文，即係我唔會去講英文嘅語言。咁咪得咯，講完咯，係咪先啱啊？你講乜撚英文啊，大佬？即係坦白講啊，你話鬼佬咧，佢又唔會笑你，但係即係皺埋眉頭話你講咩啊，大佬係嘛？即係冇得搞噶，你見到即係國內嗰啲真係冇得搞嘅英文。有啲人話印度嘅英文係好，印度嘅英文唔係好，係好好。當你見到咧，佢哋做貿易嗰啲咧，寫嗰啲信啊成嗰啲咧，哇！啲英文真係好勁。即是好好通畅好流利嘅，即是譬如话佢同我哋鬼仔讲咧，你 exactly 觉得佢系一个外国人嚟嘅，咁当然鬼仔英文劲好多啦，即系鬼仔其实坦白讲句啊，同我哋讲梗系讲啲即系 more simple English 啦，佢同我老细讲嗰啲咧就好深啦，其实好深好快嘅，咁但系咧嗰啲佢唔会同你讲嘅，即系佢会就你嘅，咁但系好好听嘅，即系鬼仔讲嗰啲英文系好好听嘅。哇！中國人嗰啲英文聽到我，即係唔該你講翻國語啦。點解你唔講國語咧？我都唔明。點解你唔講國語咧？係咪先啱啊？你喺自己地方。咁我上次都講啦。咁啊，即係有個朋友話喺外國啊，甚至喺飛機上面聽講過嚇、普通話係國際語言嚟嘅、你哋啲空姐居然唔識普通話咁樣。普通話幾時變成國際語言啊？姐，我話俾你聽，坦白講句，你試下而家你去歐洲啊，仲有冇強國人嗰支歌仔唱啊？啊，個個都要學國語冇噶啦，你識講英文就講，唔識就冇撚嚟，就係咁簡單。因為點啊？因為你而家冇錢啊嘛，係咪？好啦，嗱，講兩句呢一個港協啊，嗱，你睇到咧，你而家睇到咧，就知道冰協係無辜嘅。你睇到而家港協做咩？嗱，港協咧就修訂咗個國歌區旗嘅指引，修訂咗啲咩咧？就話主辦單位是但當佢係一個 A 國家，即係體育隊先算啦嚇。如果你唔確認收到嗰個國歌或者係即係特區政府嘅國歌指引咧，咁我哋嘅代表隊咧就需要拒絕參賽或者係拒絕參與頒獎。嗱，你見到咧就有三嚿嘢嘅，即係你一定要用呢嚿嘢攞個 USB， 一定要用呢嚿嘢攞個資料，同埋簽翻俾我確認，跟住做一次俾我睇係冇錯嘅。咁如果你唔確認，亦都唔做曬我哋特區政府要你做嘅程序咧，咁我哋香港即係特區可以拒絕比賽或者直情唔參加頒獎禮。即係佢好似當自己係天朝咁喎，你真係當自己係天朝大國啊？
咁你咪唔好參賽咯。咁你咪唔好參與頒獎，吉咗個位啫嘛，有乜問題啫？係嘛？最大嘅問題係咩？最大嘅問題即係你之前冇呢條例啦。咁你點怪得呢個兵協啊？即係兵協人哋話咗俾你知噶嘛？喂，對方唔肯啊嘛。咁你冇一個指引，咁我可唔可以唔參賽啊？我可唔可以唔參與頒獎啊？你冇指引啊嘛，你而家先定個指引啊嘛，即係變相話俾人聽，兵協之前冇錯咯，你都冇指引。你如果原先有指引嘅話，你使咩而家修訂啊？修咩訂即係你原先就冇，大石壓死蟹啫嘛，就係咁簡單，係嘛？咁你話對方認唔認我唔知喎，對方我係唔確認啦。咁你咪唔好，你咪唔好參賽咯，有咩問題？多你一隊唔多，少你一隊唔少，係嘛？咁你都唔參賽咯，你自然唔會頒到獎噶啦，係嘛？就係咁簡單啫嘛。所以呢啲咧全部上頭嘅嚇、啊，即係仲有一樣嘢，即係要嗱、啊，你體育總會咧就出賽之前咧就簽收咗呢一個工具包嗱、啊，有埋支國旗噶，簽收工具包，領隊出賽前咧確認國歌區旗正確嗱、啊，你確認。跟住咧就一定要對方確認簽收 show 一次俾你睇。如果對方唔確認或者程序有問題，我唔參賽，贏咗我都唔去，即係上頒獎台咁，你咪唔好上咯，係咪先啱啊？即係佢入咗路啊！而家啲人黐撚咗線啊嘛，搞到咁，所以我哋之前冇錯噶，你根本就冇呢個指引，你點鬧得兵協啫？而家就可以啦嗱，佢一唔簽咧。咁咧你就唔好參賽，你唔參賽咪得咯，自然你唔會頒咗獎俾你噶啦，你冇參賽係嘛？咁所以你見到咪黐鳩線咯，成個國家係傻鳩咗啊嘛，係嘛？咁你唔參賽，人哋唔會死咗係嘛？講開印度咧，孟加拉啊嗰啲咧，咁即係大家知道啦，佢哋全部都有宗教信仰嘅。咁啊啱啱咧雲南就話即係拆人哋嗰間清真寺啦。咁我記得前個節目我都講過嘅，嗱你可以屌鳩個印度人冇問題，但係你千祈唔好鬧佢個宗教，佢會同你死過其實，係啊，即係你鬧佢唔緊要，冇咁緊要啦，當然都唔好啦，係咪先啱啊？咁但係咧，你千祈唔好鬧佢個宗教，佢會同你死過嘅，係啊，我記得有個即係我之前有個同事咧，坐唔知咩航空嘅，唔知咪印度航空定咩嘅。咦！突然間見到嗰、那個政府機師咧出 Q 咗嚟咧，鋪張地氈喺度咧朝拜。咁佢話：咦！咁點解你兩個出咗嚟？佢唔緊要嘅，我哋開咗呢個自動導航系統。即係佢哋係咁噶，佢哋係要朝拜嘅。我有 QC 咧就去過呢個孟加拉工廠啦。佢哋唔知一日有幾次要朝拜嘅。咁咧就要擺個氈喺度咧，向住同一個方向咁樣嘅。即係佢哋係好虔誠嘅，大部分咧，即係我唔知係咪穆斯林啊，應該都係噶啦。所以咧，你鬧佢，可能佢都係打你兩拳嘅啫。但係如果你鬧佢個神嘅話咧，咁啊真係佢同你死過嘅。嗱，你見到咧喺呢一個雲南咧，你一拆人哋個清真寺咧，即係我哋都講過，共產黨係咩？無神論。點解中國人而家會咁咧？因為冇信仰，冇信仰。咁其實即係當然我唔係穆斯林教啦，但係佢哋都係道人向善嘅，即係好譬如佛教啊，或者係基督教啊、天主教啊，都係道人向善嘅。咁但係共產黨當然唔會，因為點解？因為如果你有個神嘅話，你咪高過共產黨咯，係嘛？所以共產黨一定係無神論嘅，因為無神論又冇即係又批林批孔嗰啲咧，所以中國人咪冇任何 concept 咯。好啦，以前。江泽民的年代是什么？江泽民的年代就是钱，钱用物质给一个虚荣你，有钱你就行了。那么即是中国人的思维就变了钱，所以你看到为什么中国人的嘴脸当时会变成这样呢？因为党想你这样，党用钱去麻醉你嘛，有钱就行了。但是当时香港人是不同的，因为为什么香港人很多有信仰，有信仰是不同的，有信仰譬如美國人的 In God We Trust 嘛，你看那張即是那張美金後面寫著 In God We Trust， 是即是他知道自己是渺小的，他有信仰的，其實有信仰很重要的，不是跟你說笑，即是一個人有信仰他知道有些東西都是即是過眼雲煙的，人都是幾十年而已，但他們不是的，
所以你見到咧中段嘅時候咧，共產黨啊，好似發錢寒咁啊咁解咯。哇！我有幾多？我有幾多樓啊？我有幾多間屋啊？我哋而家掂啦，你個 GDP 幾多啊？買起全個世界都得啊！講呢啲咁嘅嘢。好啦，咁當而家佢哋一欠債，個經濟滑落嘅時候，咪跳樓，因為佢冇信仰。因為佢冇信仰，你諗下一樣嘢，你都係一個人啫嘛。你有錢嘅時候，你會飛天咩？係嘛？馬雲都講過噶，不過佢得個講字啫嘛。你有錢，你瞓幾張牀，咪瞓一張牀，係嘛？你食咗幾碗飯，咪食兩碗飯。你食十碗飯，係嘛？你有錢唔使死嘅，有錢唔使刷牙，唔使刷牙，唔使洗面嘅，咪一樣係咪先啱啊？你都得呢嚿嘢啫嘛，你冇多到嘢其實。呢個就係有信仰個信仰話俾你知啊，其實。所以佢哋冇啊嘛。你見到佢好似行屍走肉咁，一冇咗個 money， 一冇咗個錢，經濟一下滑，一揾唔到嘢做，咁咪即係有啲約佢自殺啊，有啲瞓街，有啲做乞衣啊，成個人 collapse 咗，就因為冇信仰。咁冇信仰係邊個造成嘅咧？共產黨，佢唔想你有信仰嘛？你有信仰咪高過個黨，所以佢唔會俾你喺國內做善事噶。你有善事咪高過個黨，個黨都未做善事，係嘛？咁當然啦，習主席更加唔肯添啦。哇！你有個真神喺度啊，個真神咪高過我，係咪先？而家好似話學習集思，想要入心、入心、入腦、入魂啊嘛，係嘛？入腦、入心、入魂，嚇、啊，即係入曬腦嘅。咁啊，再即係你本身個鹽你洗得唔夠啊，再洗多你一鑊咁樣。咁所以佢係唔會容許你啲即係清真寺啊嗰啲嘢噶嘛。你見到打得幾犀利，係嘛？大家睇到睇唔睇到啊？哇！真係同你打嘅，人哋同你搏命噶，嗰啲穆斯林唔同你講笑啊，咪先啱啊！嗰啲信徒噶嘛，以前喺港英好早年代咧，嗰啲基督教啊、天主教好有錢噶嘛。我阿爸都，我阿爺好似話，我阿爺嗰陣時嚟香港咧，都去過嗰啲教堂咧，即係佢有啲飯俾你哋食嘅。我聽我阿爸講咋。因為當時咧，日本仔打中國嘅時候咧，我阿爺走咗嚟香港嘅。咁啊，點知走咗嚟香港咧，就係喺條街度俾個有班即係皇軍啦，應該係喺深水埗嗰附近嘅，就捉咗我阿爺。咁咧就打咗佢一身，咁啊好似有叫佢跪玻璃嘅其實。咁啊捉咗佢個零兩個禮拜到，咁咧就即係知道佢冇嘢咧，就放咗佢走。咁啊，跟住呢個香港就重光啦。咁但係即係我阿爺就覺得，重光香港都咁難，咁咧就翻內地，咁就係咁啊。其實，咁當時我阿爸有講過咧，就話我阿爺喺香港好似即係差唔多真係要瞓街嘅，咁就去嗰啲教會度咧，就攞咗啲即係糧食啊咁樣嘅。啊，咁當時就係咁樣啊。咁所以咧，即係習主席或者係共產黨咧，係好唔中意嗰啲教會嘅，因為你大過我啊嘛，係嘛？咁但大家睇到啦，係咪先？咁你而家咧，佢係要求嗰啲涉案者6月6日之前自首，根本而家即係國家已經冇能力出錢俾嗰啲公安嘅。邊個公安走去拉人啦、啊？多鳩魚啦、啊？點解嗰啲城管會冇咗啊？突然間，因為嗰啲農民激烈反抗啊嘛，大佬，你走去拉佢，佢同你搏命啊，大佬，係咪先揾個鋤刀鋤瓜你啊？啱唔啱啊？大家睇到咧，哇！你見到嗰啲衝突好犀利啊，非常犀利啊！即係所以你真係即係印度啊嗰一紮咧，你真係唔好挑戰佢嘅信仰，即係講嘢慎言，尊重人哋嘅宗教係嘛？尊重人哋嘅宗教，總言之，道人向善嘅話，我 OK 嘅，冇所謂嘅。佛教、基督教、天主教啊，我哋都係冇問題嘅，其實即係道人向善就 OK 嘅啦，係啊。这个其实都是旧文来的，但是呢跟那个捐赠器官是有关的。大家一路听下去。习主席就已经下了命令了，坚持政治正确。很多的栋笃笑啊、音乐演出呢都是取消的。即是你不可以笑啲官员，亦都不可以取消这个国家的政策方向。好啦，这个大家都知道。好啦，咁中共呢删了几多个网站呢？140万个。呢、这個29號啊，咁啊好多自媒體咧經營者咧有2000個人被約談，92.7萬個自媒體帳號被處理，即係封咗啦嚇，6.6萬個帳戶被永久關閉。好啦，其中特別係關於之前我哋都講過一次，江西失蹤少年胡欽如，
胡欣宇咧，我哋之前都講過啦，佢個學校裏邊咧，基本上係點啊？全部都係閉路電視嚟嘅。突然間嗰日嘅閉路電視全部失靈，揾唔到。半年之後，個屍體好似喺佢學校後邊嗰、那個後院掛咗喺樹上邊。我記得就係咁啦。好啦，唔止跟住江西上饒熒光幕，當然即係佢蒙咗佢啦，私隱問題。一個15歲嘅中學，呢個15歲中學生就係胡欣宇啦。跟住喺佢距離胡欣宇失蹤20日嘅時間裏邊，吉林高三學生鄭春梅亦都失聯。咁佢爸爸咧就即係唔肯就咁了事。咁結果咧，6個月之後，佢個屍體喺27號俾人哋發現。跟住嗱，唔止喎，仲有喎。去年年底啊，中国大陆频繁发生学生失踪事件。广东汕头市金平区中山路一个15岁男孩失踪，有名有姓有地区有年龄噶。跟住茂名市化州一名15岁女孩又失踪。10月23號，广东广州区番禺大石街，我去过大石街啊，大兴村一名17岁女孩失踪。你睇下失踪嗰啲全部都系咩？年青人嚟。咁当然你可能话，呢啲系即系黑市嘅贩卖器官啫，我唔知道，我唔知道啊。咁但系你见到咧，冇一单系破到案嘅，全部呢啲都系破唔到案嘅。咁所以你点解话即系香港人系咁抗拒，甚至连血都唔捐呢？就系咁嘅原因啦，血都唔捐而家。是啊，不是说捐血，即不是捐血无所谓，现在即是我们上次讲过，香港的血库是顶到不顶得超过2日，是1日几的，现在香港的人连血都不捐。好了，另外我们讲一些新闻，Elon Musk 就到了这个中国了。Elon Musk 非常奇怪的，为什么呢？原因就是说两件事，第一件事，他想这个 Tesla 减价，在中国不得，不给你减，不可以减价，因为你再减价呢，我们的车没人买。好了，那你说喂，那现在通胀这么犀利，我加那些员工人工得不得？这样不得，不可以加人工，因为你加人工，那就显得我们国企人工低咯，是不是？那你 Tesla 还会即投资在中国，我觉得非常奇怪咯。即会不会是即虚与蛇尾跟住走头呢？我不敢说，但是一般的美国人是不可能的，因为这些情况呢，你即使在印度呢，他都不会阻止你的。喂，你咪减价咯，是不是先啱？那你看个市场决定的嘛。这些呢，在印度你加人工成，他们都不会反对的。但是现在中国居然会出现，喂，我加人工了，我加人工都不得，不得。我减价得不得？减价又不得，是吧？好啦，咁另外咧，我哋头先讲过啦，即系除咗 G7 之外啊，美国14个国家，嗱呢个系昨日嘅新闻嚟噶，咁印太经贸框架呢、这个Indo-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啊，应该系，即系虽然拜登个头遮住咗啊，美国14个国家达成咗供应链协议，咁简单讲嚟读俾大家听，边14个国家啊？美国、韩国、日本、澳洲、印度、泰国、馬拉、印尼、越南、菲律賓、新加坡、文萊、新西蘭同埋呢個培濟。咁簡單講句，即係咩？即係將你中國、俄羅斯唔好講啦，將你中國、香港完全排除在外。你中國抨擊冇意思嘅，冇意思嘅。我話俾你聽，呢啲國家如果以而家嚟講啊，我相信好快佔全球嘅 GDP 咧係超過70%以上嘅。點解咧？因為呢度冇60以上，因為點解咧？呢度冇歐盟啊，冇歐盟啊嘛，大家見唔見到啊？呢度未有歐盟嘅。咁但係如果你加埋佢嗰個 G7 嘅話咧，我諗佔全球嘅 GDP 真係80以上啊！其實，咁你中國真係冇得玩嘅，其實，即係連個供應鏈咧，大家都將你排除在外，費事俾你鏈住嘛。好啦，嗱呢一個咧，即係我想講少少咧，回應翻讀者又話喂。我哋唔係鬧台灣乜嘢，係希望台灣兑現翻佢2019年 stand with 香港嘅承諾，
嗱，熒光幕見到呢、這個，絕對係事實。因為我醫管局個 friend， 另外一個護士，佢遇到嘅 exactly 就係呢樣嘢，所以要翻返香港。但係中間有幾個咧，都係佢哋嘅同事嚟嘅，就移咗過去英國，過咗去嘅啦，已經係。好啦，個問題係咩咧？嗱，你可以話台灣有啲問題，但係個問題係咩咧？個問題就話2019年、2020年嘅承諾，你唔好忘記。中間大家如果仲記得有一個人叫聂德权嘅，佢做咩？逼針咯，同埋宣誓。你香港幾多公務員係宣誓咗？你宣誓咗喎，你明唔明我講咩？宣誓好莊嚴嘅喎，大家明唔明啊？喺外國嚟講，宣誓就係嘅啦，已經係。咁你宣咗誓，咁你仲唔係中共嘅人啊？咁你係中共嘅人，我當時對你嘅承諾，我點樣兑現啊？你宣咗誓喎，唔係講笑喎，大佬。喺外國嚟講，宣誓係好莊嚴嘅喎。咁所以人哋咪改4年咯。你唔怪啫人哋嘅。咁你話香港醫護啊、公務員多唔多人宣誓？好多，我答你。點解？因為好多咧，仲有5年啊、10年咧，就可以退休咬長糧嘛，係咪先？你唔宣誓嘅話，就即炒你啊嘛，係嘛？咁但係外國唔理得你咁多噶嘛。大家讀者可以留言啦，你睇翻以前嗰啲啊，幾多咪被逼咯？被逼咩？被逼呢一個宣誓，被逼簽名，被逼打針，冚唪唥都係逼嘅。點解？因為佢攣住你份長糧啊嘛。好似我有個 friend， 佢一家就得佢係政府工程師啫嘛，老婆唔做嘢嘅，得個女，咁佢冇咗份長糧，食屎啊！系咪先移咩文啊？啱唔啱？咩都唔使谂啦，咁所以咪被逼咯，就系咁简单啫嘛。但喺台湾嚟讲，你宣咗誓，我点用你啊？啱唔啱？咁所以一般人咪要等4年咯。我哋呢啲去旅行 OK 嘅，但系你话移民咧，我都唔敢讲。佢等4年就睇下，即系 observe 你，睇下系咪间谍，睇下系咪奸细啊嘛，系咪先？所以呢啲嘢唔怪啲人噶。点解？因为你中间改咗嘛。監察院申請調查審核標準是改了嘛？你是台灣你怎樣？你已經跟當時2019年、2020年不同了嘛？所以共產黨就是逼你埋邊，是這麼簡單，他逼你埋邊而已，是吧？你一簽了，一宣了誓，沒得玩的，其實怎麼相信你啊？我，你宣了誓，是吧？好了，那我們今早早上會見到呢，這個肥仔金呢，佢話啦，就射嗰個人造衛星嗰支火箭咧，就跌咗落嚟，咁啊，即係 fail 咗啦咁樣。嗱，坦白講句，而家日本咧就唔理你咁多嘅。你話發射呢個間諜衛星，我點知你發射啲咩？喂，你發射個導彈打過嚟，我咪撲街，係咪先？咁所以咧，日本已經講得好清楚噶啦。任何進入日本領土領空嘅朝鮮導彈咧，全部擊落。咁啊，今朝早上個朝鮮啦，講明個間諜衛星咧，就因為個火箭嘅第二引擎出現問題，咁咧已經係墜毀咗啦。但係好似6月頭咧，仲有一次嘅。今朝早上咧，首爾嗰個警報咧，根據即係韓國政府講，南韓政府講咧，就話係唔明嘅。咁呢個係咪我哋唔知啊？但是这个日本韩国呢已经即做一个严正交涉了。喂，你我不理你射什么，你危害到即日本和南韩的话，我就会出声的了，是不是？那将事件呢定性为这个导弹挑战啊。好了，那最尾了，我们讲一讲关于这个俄乌啊。非常之诡异。咁咧，呢一個莫斯科咧，俾8架無人機襲擊。雖然呢8架無人機都被擊落，咁但係咧有2座大廈受損，咁同埋咧有啲人係受傷。咁同埋一樣嘢咧，就係呢8架無人機咧，基本上係細機嚟嘅，即係話唔係大機。咁亦即係話咧，佢應該係喺距離呢一個莫斯科
相當近的地方起飛的，因為如果遠的話呢就沒辦法飛得那麼遠，飛得那麼久，即是說這些由俄羅斯去、由這個烏克蘭去呢應該 不可能的了。那你說會不會是美國佬呢？不知道會不會 是普京他自己國內的敵對勢力，不知道。但是呢給了這個、普京一個絕大的壓力，咁普京當然出嚟吵啦，話咩恐怖襲擊？咁你炸人又點啊？我炸你炸人就唔係恐怖襲擊啊，係咪先？咁所以而家根本上冇人理普京噶。但係當俄國裏邊都受到襲擊嘅時候咧，咁啊兩件事啦。咩兩件事咧？就話你嘅政權咧，即係大家都聽過，而家好似即係有啲軍人係叛變啦。咁當俄羅斯裏邊都受到呢個襲擊威脅嘅話咧，咁普京個位更加難坐，更加坐唔到。點解可以頂得咁耐呢？因為俄羅斯冇受到襲擊啊嘛，乜事都冇，係經濟差啫。好啦，但係當你諗下一樣嘢，如果再有啲大型嘅無人機不斷咁撞埋嗰啲大廈啊、嗰啲主要地方啊，咁跟住咧嗰啲百姓啊有死有傷嘅話，咁嗰啲人唔出嚟堵你普京啊？是不是不出奇的、不知道誰做，暫時來說可能是美軍，可能是烏克蘭，亦都可能是普京的反對派。總言之，他就要製造一個俄羅斯人心不穩的現象，令到普京自己瓜豆，就是這樣、大家看到有個、俄羅斯的大廈咁啊，俾呢個無人機擊中受損，跟住有兩個人受傷，但係呢就冇死亡個案嘅。好啦，咁今日同大家呢就 share 到呢度啊。咁啊，而家係下晝嘅1:14，咁啊，今朝港股收嗰時呢就跌479點啊。咁啊，挨住個18,116，成交係560多億，個18,000點應該。我估計個18,000點守唔住噶啦，咁人民幣就7.1啦，咁即係希望今年唔會7.5啦，好難講，真係好難講啊！咁而家嘅天氣熱啲嘅，咁點解會咁快去到37度咧？咁因為有個超強嘅颱風，咁咧但係咧就去緊呢一個台灣北部，咁唔關睇個報道咧就唔關香港事嘅。咁但係咧，吹開曬嗰啲雲啊，成咧咁啊，所以今個禮拜都會相當熱嘅。咁啊，大家記住補濕啊，即係出街咧就帶定支水啦嚇。好啦，咁今日同大家咧就 share 到呢度啊。咁啊，我哋嘅網址啦，地產小專家，逢星期五同大家見面。好，香港與環球投資日誌咧，啱啱就出咗呢一個領展嘅業績嚇，咁咧就即刻會同大家第一集就會同大家講咗領展嘅業績先嘅嚇，咁咧就Burberry 嘅下集啦，跟住讀者想講希慎，有位讀者咧就想講呢一個331豐盛生活服務，應該就係物管嚟嘅嚇，咁我哋如果夠篇幅，我哋會講埋呢個 Carlsberg 同埋呢個。顯學咁，顯學唔使講啦，大家都識噶啦，係嘛？咁 Carlsberg 啤酒大家都識噶啦，係咪？咁大家有興趣可以訂閱 YouTube 投資筆記，咁王牌節目嚟噶啦，咁美股啊，咁六月份，咁大家有興趣都可以付費訂閱。好，我哋兩類型嘅收費項目，咁我就唔重複啦，大家睇翻熒光幕，有我哋嘅銀行帳户、轉數快、電郵同埋 PayPal 帳户，大家有任何問題嘅話，可以喺 YouTube 下邊留言又得，大家電郵俾我。HongKongFinancial@gmail.com 得，好啦，咁今日係星期三啊，咁祝大家星期三愉快，我哋香港財經啊，撞膽見面，拜拜。